菩萨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那么，咱自从讲这部《佛说无量寿经》以来，也已经进入了第161天咯。吼吼，161天啊，那路路长啊，我乃是长路路啦。那么，咱长话短说，咱昨有讲就讲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啊。文殊师利菩萨啊，普贤菩萨，伊对着念佛的人特别呢，相当的关心甲体谅呢。虽然来当好好念佛的人，必定会受这个大师的扶持照顾，甚至在报名中时啊，能受阿弥陀大慈大悲呢来接引呢。咱昨有讲慧日大师。啊，甲这法教大师往生的情形呢？那么注意听好哦。其实咱人活这世间呢，时间过足紧的，人生呢足难得的，生命又过短暂嘛。既然得到人生，会当阁听到佛法呢，咱来好好啊来用功修行。某一刹那之间呢，念着头毛吹就白啊。所以我定讲一句话啊。你问遐头毛吹皱白，遐阿伯还是阿姆呢？因日子安怎过？伊甲你讲一句尔，我嘛唔知影。凊彩活活安尼，只怕用六七十岁、八九十岁啊。可见时间计过非常的紧。所以讲呢，岁月催人老啊，会使着咱一步一步来老化去啊，是真有影。所以呢。圣凡大师呢？伊讲话咯，人生甚难得，寿命福不长，佛法是难闻，处境定难悟啊！今既闻处境，善根极深厚，当发菩提心，专念弥陀佛，愿生安乐国。见佛得受记，慈悲度众生，恭敬无上道。这是圣凡大师呢，伊甲咱启示啦。伊头一句呢，开门见山就讲啊，人生是难得啊，寿命福不长啊。吼吼，这句话就结于心头了呀。毫无客气就讲出世间的真相啊。人心是难得的，要得到咱人的身躯，唔是遐尼容易，遐尼简单的啊！注意啊，你感觉真容易哦，无困难，其实你误会啊。咱人是伫六道内底六分之一呢。哦，你出世人过去生中若无坚守这个五戒为戒呢，即世的人要得到咱人的身躯啊，难矣啊！既然有了得到咱人的身躯呢，咱爱好好啊，利用今生的当中有机会来创造机会来学佛修道啊。佛经讲啊，得人心呢，如同呢鸟上尘啊，失去人心如大地泥巴。你想看卖啊？咱人的机会得到足不容易啊，
这个人机会就是讲肩胛内底呢，一丝丝的泥巴而已啊。失去咱人的机会，像着大地泥巴遐尔多，都一笔无用啊。做人是福报啊，所以唔好甲咱人随随便便的甲糟蹋咱人生，哦，甲咱自己母甲歪哥起拖呢，哦，哦，这是感觉非常遗憾啊。你来看，咱今仔日呢，伫四点外时阵呐，哦，大家都看了咧，这电视报价呢轰轰烈烈。那么高天明啊，伊今仔日呢鲁莽啊，在政府的庆典当中呢，那么见价不离开交啊，听讲有庆的当中庆声有200几发啊，后600几，哎六十几发，哦。但是大体上讲，这战争的事啊，这枪支如何何共款呢？变变旧。那么林春生哦，这个高天明呢，啊中了几啊枪就丢了。当中一枪呢，恁弹位呢，伊这目睭的倒位的所在，弹者呢，这头壳遐一边恁放去了，真恐怖的注意啊。那么后一款的讲法，就是讲伊家己自尽的啦，伊拿枪家己弹位这里、個。倒手目睭类，后一款的讲法，讲是剑山呢，伊枪法弹着高天明，伊的目睭的倒类，所以规个头壳盘呢，全部粉碎去啊，当下呢，拍落去啊。那么为安怎，今仔伊武个安尼呢？当然，以佛法的立场因果来讲呢，伊有做好的因，当然来感召这果报啊。伊若卖参与这个别案，即件。别小言的这个案件内呢，无这种种的精英呢，哪来进来警察一个微博呢？警察所以个通缉微博，就是又做了种种的人生，让人感觉非常痛心的事实。你若一个查甫囡仔，因个无缘无故呢，就来个生灯糟蹋，要向因老母呢个绑票，哦，向因老母个提钱啦。结果呢，无如伊所愿。就下下了这毒手啊，含这个陈俊英啊、林春生啊，自动的做许轰轰烈烈，感觉非常遗憾的事实。那么林春生呢，在一个月前被抓了啊，抓了了后，知影家己经营不对啊，准提早家己会结束伊生命，用枪呢，为这太阳穴所在呢，给断落去。林春生的下场呢，就是用枪家己自尽。高天明也是同款用枪来自尽呐。虽然佛教讲一句话啊，哦，何必当初呢？那无当初做了业因落去，哪来感召这业果呢？要有无爱有这个果，就卖做了因。有迄个因呢，必然会感召迄个果报啊。所以说，跟人讲时间呢，真无好看呢。一枪跟段位呢？倒入目睭，规个头壳碗呢，脆糊糊，变成无完整一个面部啦。你看，佛经讲无唔对啊，人心是难得啊。等候伊要浪子回头，根本都未赴之啊。等候伊要呢改头换面，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，根本都未赴啊。所以咱人生啊，未当有一失足。升迁高薪的可能啊！你若假使讲一件代志做了唔对，有当时呢，何你袂当有一遍的机会？哦，所以常讲一句话啊，在人生的过程当中，袂当有一次失角差，无定着这次失角差呢，会何你遗憾终身，甚至一世的人无机会何你做人啊！所以呢，人生是难得啊，生命福不长啊！生命无得孤等啊！哦，那么一今仔日哦，林春生甲这高天明啊，来当好好安尼伫世间啊，食较歹不要紧，打茶米菜，好啊，安分守己。安尼今仔日，伊命运就袂做无干呢，或者台湾2100几万的人口，孤孤痛心，哦，天心降魂呢，就袂即款的危机产生出来啊！我需要台湾2100几万人口，孤孤过迄个生活，
是充满着紧张、惊吓、恐怖，互感觉真遗憾的事实。那么，咱今日讲话啊，人生难得啊，伊得到了后，搁甲自己呢，哇，破坏伊人生，互伊自己无法度做人的条件，因此呢，得到人生又搁失去人生啊，生命只不过活到二三十岁而已，并无介长岁数啊。哦，所以这经营之啊，得到人生又搁失去，那么当时更加无可能，也无了机会听到佛法啊。因为为非作歹人通常拢会远离真理，为非作歹人做一寡非法人诶，伊感觉规身躯充满着过失，充满着罪过，因此伊毋敢含真理斗阵，伊会惊啊。像讲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伊比较拢会做恶业，共倒啦，乌白来呢。结果啊，伊听着佛法呢，会走会惊，毋敢拜佛祖。因为认为讲规身躯拢罪过啊，佛菩萨是何等的庄严清净解脱，是出世解脱的人，在凡夫跟圣人的对比之下，伊无用心之地，看你家己规身躯就惭愧，会见笑会歹势，一直忍一直忍一直避一直避呢，永远无法度面对光明，面对解脱，就安尼的自甘堕落啊。最后伊是自业，今仔呢伊是啉酒啉甲用暴毙啊，亡身去啊！你会想看卖啊？讲既然得到人生，又搁丧失人生，生命短暂，佛法搁听袂着，你讲这有业障还无业障啊？非常业障呢！伊搁讲啊，此经定难悟啊，要听着佛说无量寿经，更加困难听了啊！既然这世的人听了佛说无量寿经了，这个人必定善根非常深厚。有的听了了后，等于无听了；有看了，等于无看了。这就感觉非常遗憾，对善根无成熟啊！继续随伊生生世世恶业呢流转投胎转世的去，何时才搁得到人生来下佛修道呢？伊佫讲啊，既然拄着佛说无量寿经，听到这佛法了后，句句爱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然后一心贴起念阿弥陀的圣号，发愿求生西方净土。然后见到阿弥陀了后，阿弥陀为咱来受记啊，受记了后，你也正成各位会当多加助旁。来度化无量众生，跟咱同款，自动呢来成就佛的果位才对啊！这是圣凡大师啊，伊甲你提醒、甲你启示的法语呢。好，准备听好哦。那么下面啊，咱阁甲这圣凡大师呢，伊讲这法语呢，阁念一遍哈，注意听哦。哦，足难得哦。人生甚难得，寿命福不长，佛法实难闻，此经定难悟，今既闻此经，善根极深厚，当发菩提心，专念弥陀佛，愿生安乐国，见佛得受记，慈悲度众生，恭敬无上道。你对听了有清净之作啊？那么想着讲，咱在修道当中，一定要跟咱菩提本性相应，跟咱的发心相应，跟咱的心做一个朋友的。咱的心若无明心见性，绝对无法当转凡入圣，成就佛的果位啦。所以修道是以心为根本啊，心若无染着一切万法，当下自行解脱。安尼注意听无？所以联想着开悟圣经呢，讲了四句法语啦。伊安讲咯：饥来食饭，困来眠，行住坐卧了无魂，
心空静寂开静安，相逢原是本来人。吼，这话，我听你家己呢，身躯84000的门根钢，全部呢欢欢喜，所有的门根钢大放光明呢。哦，讲了三两句就舌语开悟见解入去啊。伊讲修道，修道袂当离开咱的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。用鸡来食饭，困来面，哦，腹肚枵的时爱食饭。你会用食饭咪？食饭有这饭菜点子咪？食甜咸酸涩苦的时阵，你能转定咪？卖讲煮了伤咸呢，就拍某拍囝呢，使性地。你会用食饭咪？食饭是功夫呢。鸡来食饭，食饭的是爱快快乐乐、欢欢喜。饭是只是治咱一腰病而已啊，可能有一肌肤会当运作做出真三宝事啊。起来食饭，困来眠呢，爱困就甲困，你会用困未？哦，你困咧甲地，梦天梦地，一个恶梦一大堆呢。开悟见故人呢，伊皆困，一夜之间平安度过，吉祥如意啊，你会用困未？你困咧家地，梦天梦地，梦饭未啊？哦，人家修道人呢讲，起来食饭，困来眠，这是功夫啊。伊后壁即句骨愈明显，行住坐卧了无魂。哦，行路食饭困，种种的动作，哎，完全了无魂啊。哎，我目睭看一只形形色色，心内不自上。我食饭的时，即饭菜甜咸酸涩苦，未掉入我心内，自行解脱。好、哦，我跟人讲话，讲了好，讲了歹，我心情未起起伏伏，随境改转。人家阿乐赞叹，我未欢喜；人家我嫌，甲诽谤糟蹋呢，我未起懊恼。心内如如不动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哎，要有这个心境啊！卖人讲好，咱就对人好；讲啊歹，对人歹。人讲咱起苦恼，咱就起苦恼。永远的这境拢掉伫心内，卡鸡嘛在做三界苦命鱼，欲多流浪汉啊！伊唔则讲，行住坐卧了无魂，你甲一切纯洁的境界一一掉伫咱心内，无魂者，亲像鸟飞虚空过呢，咻！飞过了后，虚空无了，掉这鸟的魂者里啊，虚空解脱。咱修道人的心如虚空，安尼批论罪就听较有啊。叫做行住坐卧了无魂，安尼最清楚吼。这讲是简单啊，做咧甲地，你就无干呢，吼，完全呢无干呢，磕头磕面啊，面头面正个呢，无干就无啥啥啦。爱经过生生世世修持呢，即讲行住坐卧了无魂，这是徛伫高地立场。咱阿未修到这境界时，爱大修特修哩，叫做行住坐卧了无魂呢。伊个讲心空静寂开静眼，那修到这个时阵来，你的心空掉一切境界，心内无相无境。无一切法，一切尘埃，一切纯洁之境，未染伫我心内，了无魂。这个时阵啊，大家这个境界来，当下你的性就显露出来啊。开正眼，就是明心见性啊。哦，心内不被一切纯恶逆境所转，如果能转一切境界，你跟如来有什么两样呢？心空静寂开正眼呢、啊？哦，这句话咱要听的就听这句尔。相逢原是本来人呐、啊，结果拄着了后，拄着啥？明心见性。我要拄的人，要见的人，原来就本来自性呢。哦，所以一心外求法的人，永远无得开悟；心外求佛的人，绝对无得悟性。
雄雄原是本来人啊，见了我本来面目，原来不生不灭，哦，原来是不垢不净，无来无去，清净自在，逍遥自在，的一个本性啊。雄雄原是本来人啊，吼、哦，是开悟圣经呢，讲了这四句话，我听你个地啊，一世的人受用不尽啊，我常常留伫我嘴内。哎，拄着适当人，真紧来成熟人，我来讲这四句话啦。我甲搁念一遍，注意听哦。开悟圣经云：起来食饭，困来眠，行住坐卧了无痕，心空静寂开正眼，相逢原是本来人。哎，你对有看到吼？家对恭喜下，那听日本的讲诶，明白这道理了后，依教奉行，最后开悟正果，明心见性，是你自己独修啊。好，佮听哦，我佮运用开悟祖师呢，人伊嘛客串要去讲话啊，伊安尼讲咯，终日徛牛不见牛啊。卖了自家，忘了牛，千里追寻觅不得啊！忽然觉得我骑牛，吼吼，注意啊！这句吼吼，你听得较济，是何等的感言啊！讲终日骑牛不见牛是啥意思啊？从逐天生活的佛性的作用内底，运用你的佛性，骑你的佛性。你终日骑牛，阁不见牛啊！你明明坐伫牛顶，哦，啊，在四周围六十几只牛，你拢有看到，独独你只牛都无甲生落去啊！听无？看到外口人五是非，看到外口的诸佛菩萨，可是你都无看到家己人五是非，无看到家己清净的本性啊！这最为悲哀，莫过于啊，无法度见自性啊！叫做终日骑牛不见牛，这牛代表咱本性，这是譬喻的话啦。逐天我佛性的作用，为我做真济三宝事，为我做足济代志呢，结果我逐天都无见我本性啊！哎呦，世间最痛、最悲哀，莫过于啊，自己不能见性啊！用卖了自家，忘了牛，懂？你袂记得？哦，无法度明心见性，就亲像讲你伫骑牛无看牛共款呐，千里追寻觅不得啊！你离开你心向外追求诸佛菩萨，追求一切法，永远都追未着。愈追是愈远啊，离你的本性愈远。哪怕是诸佛菩萨，你看到你是又搁另奈何？哪有你自己呢？好、哦，佮逐天放光互你看，逐天讲经互你听，你也无开悟正果为止，你找佛菩萨有啥物作用伫呢？也佮有啥物意义呢？所以心外求佛，心外求法，拢是外道。好、哦，走去千里万里要追求一切法、一切佛啊，永远追无、找无啦。伊佮讲啊，佛耳觉知啊。我骑牛啊！有一天，雄雄呢，我回光返照，拄了玉金呢，心甲收倒转啊，照家己，哎，当下见着你清净菩提本性啊，忽然觉得我骑牛，哦，原来我的心，我的佛性，无丝毫离开我呢，哦，一秒钟无离开我一毫厘啊！当下我讲话就是性的作用，我只比手比刀为手呢，也不离自性。我去看你，嘛无离开我本性；我听一切声尘，嘛无离开我自性啊。所以讲，忽然觉得我骑牛，雄雄转向伊，回光返照，见着伊本来面目啦，看着伊清净的自性。所以这句话是完全是要让咱回光返照，让咱会当照顾本性，
祖师法义啊，太庄严太庄严了咯。所以甲遐一法师，遐一祖师法义呢，我特别爱念这两句就对啦。伊是对咱修道人，要明心见性人，叫咱唔好心外求佛，心外求法，爱向你清净的自性回光返照，照见你的本性才对。相当有启示为呢啊！要结束以前，我搁念开悟祖师这四句法印下，注意听哦。终日骑牛不见牛，卖了自家忘了牛。千里追寻觅不着，昏夜觉低我骑牛。你注意看下哦。这四句相当有启发性慧，麻烦注意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个放伫咱身躯边啊，作为戒言，作为座右铭呢。你注意清楚吼。好，因为讲有开悟的证据呢，我再运用这两个开悟的祖师的法语，甲注意来布局，来奉献给大家呢。现在咱继续甲话阁收倒转来。回归的本点来讲佛说无量寿经哈，佛祖伊讲话咯，佛故弥勒，只有得闻彼佛名号，欢喜踊跃，乃至一念当地处人为得大利，即是具足无上功德，是故弥勒。设有大会，充满三千大千世界，要当贵处，闻是经法，欢喜信乐，修持徒相，如水修行，所以者何？道有菩萨，欲闻此经而不能得，若有众生闻此经者，以无上道。将不退转，是故应当专心修持、信修、持相随行。注意，看了有真清楚吼、哦。这段的经文啊，无解困难，我大概解释一遍啊，注意听哦。释迦牟尼佛向弥勒菩萨言讲哦，伊讲啊，凡是有人。听闻着阿弥陀佛的名号为者，心内生欢喜心，踊跃发愿，想往生甲阿弥陀佛世界去。伊讲乃至念一句佛，一个虔诚的心呢，安尼这人就得到大利益啊啦！当时具足有无量无边的大功德，因这人也是过去生中有修来啊。所以听到佛号，听到人恭敬说法，知影净土法门遐尼殊胜，就起欢喜心踊跃呢，要求生净土，这毋是逐口才有诶啊！有诶有听到，当作无听到；有看到，当作无看到啊！这因缘叫做大善根呢，大善根是生生世世培养来。有人即世人无善根人，即马开始培养，阁会富诶。伊讲，这人就是有大利益、大善根啊！佛祖阁甲弥勒菩萨呢讲啊，是故弥勒啊，弥勒，假使呢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充满着一切大慧呢，不论如何，硬冲硬霸呢，咪个冲过就丢啦，三界无安啊，一定要冲好过，来好好念阿弥陀佛呢。来求生净土，了凡咱的生死啊！伊个讲啊，伊讲那是听到这部经会起欢喜心，信心继续，快快乐乐，想要修持读诵这部经为者，如佛陀所讲的道理来修行。哦，这个人生生世世修来，爱听无？懂？我一定要跳出这所有这大会。代表这三界无安，三界如灰体啊！我冲好过，绝对要修持佛说无量寿经，
然后念阿弥陀求生净土，如佛陀安怎教，我就安怎做呢啦。叫做如随修行啊，修持菩萨啊，必然如你所愿啊。用所以者何是安怎讲呢？因为啊，有真多真多菩萨呢，伊想要得到这部佛说无量寿经，可是无因缘得到，就是无因缘。哦，所以听闻到这部佛说无量寿经，爱具备相当深厚善根呢。那无善根人，那是过去生中无含净土法门结缘的人，要听到这部佛说无量寿经，难矣啊！这个啥呢？欲闻此经啊，而不能得啊！啊，搁一款的众生呢，听到这部经，哦，马上呢，伊就袂退道心，一直到呢成佛为止啊！这就是宿世所修来。佛陀搁讲啊，讲是故啊，弥勒弥勒啊，你以及着现在未来所有的是人天呢，好好安尼专心一意呢，信受奉行，好啊，持诵佛说无量寿经，如我所说呢，来奉持。安尼最后临命终的时，弥陀决定接引无疑，无疑啦。安尼最清楚吼。好，注意搁看经文哈，看佛祖原来讲咯。我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，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啊，所当为者，皆可求之。无得以我灭度以后，复生如彼，当来之时，正道灭尽，我以慈悲爱悯，直流此经，知诸百岁，其有众生得殊经者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。这段也是写模样呢，讲得苦口婆心啊，眉毛拖地，讲出伊心声话啦。讲啊，信受这部《佛说无量寿经》。爱信受，唔好怀疑。我有多寡慈悲呢？慈悲到啥物程度呢？来注意听好。伊讲，我释迦牟尼今仔日，含这个所有以会大众人天呢，来讲这部《佛说无量寿经》，又搁令咱在座每一个人会当看到无量寿佛甲无量寿果一切一切。那么，恁听完了后，恁爱依照我佛经所讲的，应该做啥就来做啥，应该众善奉行，修习善业，然后发愿往生。我安尼讲，你就安尼做，就无唔对啊！唔通等待我释迦牟尼佛呢离开世间了后，心内再去生怀疑心啦，安尼障碍你善根哦。哦，爱依教奉行，伊佫讲啊。等下我佛陀灭度了后，哇！所有三藏十二部教典渐渐灭尽啊！我如来同款非常的慈悲，怜悯着这末法时代众生呢，特别留这部经呢，也就是佛说无量寿经，注释搁加一百年，哎，听有无？叫做啥？知足百岁啦！所有经典拢灭了哦。我所有经灭甲完全无去啊！我佛陀照常慈悲，甲佛说无量寿经呢，佫留在世间，佫一百年，佫延续一百年，无非就是欲无法众生，佫较一人有机会攀缘到这净土法门，来往生西方净土啊！这是完全即刻无有大慈大悲，所为咱设想的事实啊！你注意清楚吼，好，佫听好。只有众生哦，那是有众生拄着哎，这个佛说无量寿经的时阵啊，个个会当奉持，那么必然呢，随着伊的意思
伊要往生对一个世界，拢会如伊所愿。个个拢有法度，因为念阿弥陀佛呢，因此往生伊要去的世界。如果也念阿弥陀佛的圣号，当然有意愿要去。因阿弥陀佛以及所有大势至菩萨、清净大种菩萨呢，会带你往生到世界，会得道生死啊。你注意清楚吼，好，佮听好。讲到这所在，我要注意讲咯。佛陀灭度了后啊，这个法运呢，有分作呢四级，听好哦。第四级呢，第一正法级，第二相法级，第三末法时期，第四灭法时期，有四级就对啦。但是一般是讲三级，其实还佫加一个灭法时期啦。那么听好，正法时期啊，是指着有一千年的时间，能得到解脱，名为解脱坚固。就用正法期，就用佛祖出世哦，正果开始算起啦。一直到佛法呢啊，一千年以来叫正法期，个个拢有法度修行开悟正果啊。那么第二期叫做相法期，有哪有一千年？也就是呢，进入一千空一年算起啊，有一千年呢，是他佛像五行的教定，乃至世间得道者少，名为塔上坚固。佛陀灭度了一千年以后啊，就进入相法的时阵，大众起思啦，哦，乃至呢？五行的教法拢存在，哦，这时阵修道人哇开悟的戒酒，修道人是正果的酒啊，哦，这相法期啊，过来第三万法时期有一万年，佛法日渐衰灭，世人恶多善少，历经末端，名为道经坚固时期。这个无法时代末，等我这佛法是衰微啊，一直衰微，一直无去啊。佛法渐渐衰灭落啊，世间人愈来愈恶，愈来愈歹，无遵守人伦道德。哦，你抢我夺啦，你偷我盗啦，个性渐渐变混乱起来，名为斗争啊，坚固时期啊。过来第四叫做灭法时期啊，就是一万年以后，经幻呢已经灭尽啊，就是灭法时期。你注意清楚吼、哦。好，那清楚佫听好哦，注意听好。佛祖伫《佛说无量寿经》伊个讲话咯，佛语弥勒，如来行世难得难见。诸波罗蜜，得闻亦难，无善知识，闻法能行，此亦为难。若闻书经，信乐受持，难中之难，无过处难。是故我法如是作，如是说，如是教，应当信顺信顺，如法修行。这段无困难明白，随听下。我甲伊讲一遍过，你就听有啊。意思讲，佛陀甲这弥勒菩萨安尼讲啦，讲所有十方三世诸佛啊，所有如来那出现伫这世间，兴化度众生呢，是足困难拄有做拄会到的啦。毋是出世伫佛祖头前，就是出世。佛祖灭度了以后边呢，叫做佛前佛后难呐、啊，难得难见呐、啊。同款理由，诸佛伊的三藏十二部教典，佛祖伊的经教呢，啊难得看会到，难得听闻会到啦。当时菩萨殊胜解脱法门呢，一切六道波罗蜜啊，也是难闻难得啊。
要拄着善知识，哦，要听着伊讲经说法，要闻法修行呢，也相当的困难。那么要听着这部佛说《无量寿经》呢，哦，要信修受持，难中之难呐，难中之难，无过处难。所以讲呢，要听闻这佛说《无量寿经》啊，无遐尼容易啊。你看呢，自功夫了后，到目前为止，伫个电视台用这母语啊来讲经说法的呢，你也看，讲这佛说无量寿经呢，我都头一个啊，用母语用这台语来讲哦，拄我头一个伫电视中讲经的啦，哦，用母语讲佛说无量寿经，拄我头一遍啦。所以呢，咱过去要听着真困难呐、啊，所以无怪讲要听闻佛说无量寿经，难中之难，无过处难呐、啊。是故我如来啊，所讲一切法，哇，咱爱如是做，啊，安尼去做。我安尼讲了后，咱大家有哪位叫我话来安尼讲？哦，我安尼教诸位大家啊，以这方法来教导一切众生。应当深信顺从如来的教法，依教奉行，如法来修行啊！这是释迦牟尼佛呢，一再殷勤甲弥勒菩萨，应该吩咐的话，一再苦口婆心呢，叮咛的话呢。好，仔细听好哦，听好哦。如来行事啊，难得难见。如幽淡不华，久久难现；万鬼无扑目穿空，可见其然无比啊！哎，就有关的吼、哦，哦，要拄做拄会到啊，亲像你要看这庆花开花啊，无遐简单，久久难现。要见着佛祖呢，嘛是久久骨来夹骨来夹，才拄会到啊。真正若无善根的人诶，拄着也亲像无拄着啦。吼、哦，亲一只青梅菇呢，伫汪洋大海内底，吼、哦，一只房啊，一个坑呢，这坑都根本无甲三寸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汪洋大海是一片茫茫大海，足快啊，吼、哦，无边际啊。啊，一只青梅菇，讲遐拄弄这个坑，这房啊坑都弄会起啦，要通会起呢？你来看，经过八千万劫嘛，通未着。伊意思讲，久要通这个空，要通会着，就亲像呢，咱累生累劫要拄会做，也难一拄会着意思。叫难中之难，无过处难呐。哎，你最清楚吼。好，佮听好，听好哦，这段真要紧哦。释迦牟尼佛云。若有众生得闻佛声，信心清净，拥有欢喜，毛发皆竖，是痛哭流泪之人，皆由正视正行佛道，从善道中来，故非凡人。若有众生闻佛名号，心中何疑？以佛经语都不相信，当知此人从恶道中来，宿养未尽，无法了脱生死轮回，故心何疑？不能信向。安尼注意看有真清楚啊！哦，这段简单讲，就释迦牟尼伊个家己自白因讲啊，讲有一款的众生呢。伊听到佛的名号，哇！伊心就产生信心，去清净心起来，伊就欢喜起来，非常拥有欢喜，甚至欢喜到安怎呢？哦，这毛发皆竖，人讲哦，欢喜到呢，气节要赔就丢啦。哎呦，佛陀听你家己欢喜，听到经典了，欢喜到唔知要怎形容啦，毛发。拢该数，拢徛起来呢。哦，后者听到佛法了后，听到佛祖的警告呢，
当下准痛哭呢，流出现金的目屎出来呢。佛祖讲，这该是由无量世无量劫以前，曾经有曾经啊，行菩萨道有修行人，伊决定伫善道中来投胎转世来应对，袂当当作是泛泛之辈，当作凡夫呢。啊，佫一款人，有一款的众生听了佛祖伊的名号，听了如来教法，伊心中好疑不停，怀疑东怀疑西，敢有真正佛祖？这佛陀佮真系假会骗人咪？敢听下人好？啊，念佛敢我着往生净土？敢有叫世界？敢阿弥陀佛？敢会佛祖骗人诶？好，了心中好疑不停的呢。伊讲啊讲。听到经典，如果无得相信，诶，佛祖讲哦，当地这款的人啊，就是恶道中来，伫地狱畜生恶鬼，伫牛屎造业中来啦，叫做恶道中来呢。伊过去成长，伊贪嗔痴、杀盗淫妄业呢，犹原嵌杂伊清净的本性，所以不能流露出来呢，叫宿殃迷津呐。无法度行了办伊生死，无得脱离轮回啊！所以心始终何疑不信啊，不能归信如来正法，向有解脱大道，实在有智者怜悯甲同情啊！哎，你最清楚吼，我联想到呢三世因果经，哎，伊讲话咯，欲知正世因啊。今生修者是，欲知来世果啊！今生作者是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当你是不是了解到你过去生中的前因是做啥？你唔免问佛祖、问神明、问师父。伊讲今生修者是，你这世的人荣华富贵，含你过去生中有密切的关系。你这世人贫穷善食，跟过去生中有密切的关系。这世人杀人放火、强奸杀人、非法工作无边呢，跟过去生中有息息关系。叫做啥呢？欲知前世因啊，今生修者是。你这世人所修的呢，跟顶世人有息息关系。欲知来世果啊，今生作者是。你想要讲后出世得到好歹富贵贫贱，哎，你只是一人所做的点点滴滴的因果，跟你来世有密切的关系。哎，听有无？所以叫做啥呢？三世因果经因讲啊，讲欲知前世因呐，今生修者是；欲知来世果。今生作者是啦，哎、欸，你对正准吼，所以呢，咱人的命运，拢完全操纵伫家己的心中呢。这自由意志，你发出善根，发出恶根，要杀人放火、强奸杀人，拢自由意志伫你手中。你要好好啊做人，修持人伦道德，好啊修习善业。甚至发菩提心、开悟正果、成佛，自由意志也在你心内。哎，那呢，是不是讲佛教叫做平等的宗教，人人会当成佛的宗教啊？所以成佛是人人会当成的，哦，不是讲有申请专利品的，哦，有下面有特权的，无有代志。因人人拢总有佛性，有佛性按照这方法来修。个个我都开悟正果来成佛啊！所以讲呢，一切善恶好歹是非，拢总伫你手中。哎、欸，注意清楚吼。好，要结束以前，咱个三世因果经这段搁念一遍哈，非常的庄严。伊安尼讲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修者是；欲知来世果。今生作者是，哎、欸，你注意清楚吼、哦！哇，那清楚呢？时间又到了，
会真哈。咱明仔载佛说无量寿经第162天呢，同一时间再会。